那你到底要来干什么呢？你爸爸诸葛亮在外面签单，大家乐的签单签了一大堆，然后供不供的一塌糊涂。这我一点都不觉得。你这么早就了解你爸爸时常供孤啊？啊？没有，但是他平常都供孤啊。但是我不晓得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特殊，你会供到我家来，要来找我爸爸？什么？我会供到你家来？是你爸爸供到我家去？你爸爸供孤了，钱都不付给我。真的？哎，那我爸爸现在不在家啊，那不然你先回去好了，今天不卖酒。嗯我是进得来，我没拿到钱我就不会出去。那现在他人不在，那你要怎么办呢？人不在，那你就跟我走。手小子那么丑，我跟你走。请你不要用手来碰我的胸部。忙啊、哦、什么不赢忙啊、哦、真不赢诸葛已经躲你躲了好几个月了，你偏偏来面前给我碰到，那你好像吃定我了。对啊，人家欠你已经不好意思碰见你，你应该看到我要闪开。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低声低唱，雨下的花儿都家有没有一个叫诸葛亮的人呢？对，我有个爸爸叫诸葛亮。请问您，你不要管我是谁。不是，人要你爸爸妈妈怎么教你的？到人家家里面来要敲门，哪有人家这样凶巴巴的走进来就跟人家要人的？没有这回事的。那我就已经进来了，你要怎么样呢？那你到底要来干什么呢？你爸爸诸葛亮在外面签单，大家乐的签单签了一大堆。然后供不供的一塌糊涂，这我一点都不觉得怀疑。你这么早就了解你爸爸时常供孤啊？啊？没有，但是他平常都供孤啊。但是我不晓得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特殊，你会供到我家来，要来找我爸爸？什么？我会供到你家来？是你爸爸供到我家去？我是猪头，你猜不？你是猪头。猪头。你要找我爸爸来拿钱。你爸爸供孤了，钱都不付给我。真的？哎，那我爸爸现在不在家啊，那不然你先回去好了，今天不卖酒。我是进得来，我没拿到钱我就不会出去。那现在他人不在，那你要怎么办呢？人不在，那你就跟我走。手小子那么丑，我跟你走。请你不要用手来碰我的胸部。你一直过来啊，我总得碰你啊。你爸爸曾经把你的卖身契已经写好了，今天我拿不到钱我就带人走。但是他现在不在，我也不相信你那个卖身契是正对的。你干什么？那就跟我走。我不跟你走。完蛋了。走。不行。走。救命啊，走。
姐。对，我还有个大姐，我请她出来好了。爸，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哦，大姐。嗯，干什么？这你大姐。她欺负我，她来抓我，刚把我手抓好痛、啊。我看根本就是你阿妈吧。我告诉你，男人到我们家里面来抢女人，你不把我们看在眼里是吧？你什么东西？你爸爸欠的钱就要还钱，没有钱呢我就要带人走。不可以，他说他要把我带走。爸爸欠他什么钱？他说什么共估啊，我听不懂啊。共估就是欠大家乐钱输掉了叫共估。嗯，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主头。我爸爸欠你多少？1600万。爸爸。忙啊、哦、什么没赢忙啊、哦、真没赢诸葛亮有你还记得你女儿的卖身契你签了吗、爸爸你怎么可以把我卖掉你是论斤的还是怎么样我这个样子怎么可以卖大姐不要误会了你卖出去也没有钱的谁说的那你这个人很皮啊我欠你的人已经躲你躲了好几个月了你偏偏来面前给我碰到那你好像吃定我了对啊人家欠你已经不好意思碰见你你应该看到我要闪开你就来到我家里让我看到你好像吃定我了你欠我钱我当然要吃定你、啊、我告诉你朱涛怎么样我爸爸欠你钱他慢慢会还给你、哎、慢慢笑死人了慢慢、嗯、爸爸1600万你把姐姐妹妹卖给他是姐姐还是妹妹啊妹妹、哦、妹妹卖给他签几年10年这位先生我愿意付出我60年的代价挽救我的妹妹60年恐怕还不够哦像你要我可以日夜接客不分昼夜风雨无阻24小时绝对应付我的体力优等、哦、保证没有病我可以附带那个韩林心凌不是什么保险阿套你这个女人我喜欢幽默幽默客人就是喜欢这种阿萨利的你不相信我们进去我先试给你看不必我还想活过明天他说要60年你有办法3个月吗我是怕你2个月半就已经送兵了什么叫送兵啊？上总不是送兵，出兵哦，出兵啊！不过他蛮好的，他为了你，为了他妹妹，他愿意牺牲他自己。我好感动啊、哎，大姐，你怎么这么好？没关系，我接习惯了。后面那个有没有？好，那个叫川王。他从年轻的时候接到现在，头发都掉光了，我还是没有把他葬下。你还没烂掉？既然没有烂掉，你跟我走好了，妹妹。我走了，大姐你去吧。爸爸，保重你的身体吧。这个名字我就改了啊，不是赖佩霞了，赖碧霞的。哎，就拜托你了，爸爸，不要再签了。啊，我知道你很快会回来了，不到3个月他就死掉了，很快。我带回去不是我啊，我要给那些退伍的人用。哦，我怕退伍的人也是早就要盼日子了。走吧。爸爸，临别前，这个东西送给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每次接客以前一定要喷的。我送给你，我走了。先生，啊，通常都是在旅馆还是宾馆？通常啊。那身份证给我，我怕连假。放心，我不会把你派到旅馆跟宾馆。那都是哪里？哎，就在木板房间的榻榻米上就好了。可是我很会叫，不行，我要隔音设备好的。再说了，妹妹，为了你，我60年后我出来一定这个样子。60年有多少男人要死掉啊？60年，走，爸爸，祝你幸福了。